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现在我们玩的游戏是《生物幻想》。好，那我们要去阻止那个引发镜子男人。镜子男人，这男人应该不用升级吧？啊，是这样。Pro。等一下，有点卡住了。区区蝼蚁，也敢在吾面前如此猖狂！此人身系禁域混沌之命，绝不能让他逃脱。我天哥哥，哼，既然你想消失，吾就成全你吧。好，可以打两次，让我为诸位安定心神。失礼了。攻灵四回合使用毁灭性攻击，降低压低敌人血量来开启移动，没问题。应该可以再打一下吧。小心！好，这次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好，哼，子弹厉害了吧？接法，剑鸣长空，六会进。OK， 等一下啊、哦！必须阻止，不允许阻击。我可能下一集就可以让他死了吧。
大宝箱。简单嘛。原来他的肉身。有意思。进灾的祸首，你已无路可退，束手就擒吧！孽徒，果真是你？是他？竟还是让他逃了！世王，若愚没有看错，那人是冯蒙，正是我那孽徒。帝君，我必须给九州一个交代，生死任凭帝君处置。余还有话与摄日王详谈，你们且去协助香主查探神器状况吧。那场约战冯蒙大败，至今已销声匿迹20余年，原以为他身负重伤从此隐匿，想不到他真是制造境患祸乱九州之首。帝君，大义请罪。摄日王，眼下最重要之事便是将冯蒙击毁，只是此事恐怕必须公诸于九州了。请帝君不需顾念意，现在唯有联合诸国尽快将他找出，厘清真相，方能还给九州安宁。你不知道霍天可以战斗，你这样玩他。告诉我好了，这么快就结束了。霍天不可设定出战。原来如此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可是我刚才没让他做掩护，有点可惜。那场约战冯蒙大败，有些损裂，不知会不会影响神器之能。今年天灾已是不断，若是再失去神器流渊的护佑，九州万民何以为生？希望香主大人有修复之法。经过此夜，想必诸位亦是十分疲惫，我已及季节便休息几日再返回陶堂吧。谭靖大人，回归陶堂之后，在下愿能在大人麾下为帝君效力。你倒是未忘此事。谭靖，真是便宜你了，若非他气功习剑，本来该是我的好徒儿。
谁说师父只能有一个？难得摄日王动心，飞星，你便代替你的挚友大树，也拜摄日王为师吧。啊，是。三飞星，你快来！火箭哥哥飞天失败，又到处找人撒气了。臭小子，就算你是上神，也不能如此胡来！活该！又来！霍天这小子本事虽大，但神力都这么玩，难怪总是飞不上天。你说什么？是瞧不起我吗？看我把你变成……阿天，阿天，别激动啊，望叔没恶意。你啊，小飞星变成望叔姐姐了。啊！喂，霍天，你快把这单子变回来呀！你有趣，真是有趣极了！臭小子，快把我们变回来！等你追到本神再说吧。顺影之力，小弟，没想到你真的要杀他。霍叔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只问你，目的是不是指环？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你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比我还多的时候，自想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就会死盯着不放，并且用尽方法得到它。难怪你会一直反对我和他在一起。小弟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我知道若没有人给你更大的好处，你不可能连东极的官都可以舍弃。我说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你的伤必须赶快处理。还知道关心老姐，你快走吧。有神医在，我的伤你不需担心。要是你的意图被发现了，走不出神水巷。我也不想的。保重。臭小子，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的，宝叔，你在里面吗？我方才好像有听到一些动静。还不都是霍天这小子，让人好找。我刚和他商量了，他说只在樱花树那儿等我们一会儿，迟了就又得追他了。
这小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对了，神医呢？啊，谭静大人对云兄的剑法也很有兴趣，他们正在切磋呢。谭静，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，必须替小弟争取一些时间。走吧，我们去找霍天。总算是变回来了，霍天这臭小子。我说，没事没事，早上吃坏了肚子，已经没事了。喂，呆子，你可还记得在东极国的圆月之舞？嗯。那时，我不知道你有心事，还拉着你要跳舞。真是对不住啊，望叔，是我当时没想到你的心情，错过了那次机会，我很遗憾。若你觉得遗憾的话，那就现在补偿我一下吧。咦？我们疏忽族也有一支舞蹈，是喜的两个人一起跳的，不如我来教你吧。喜的两个人？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，总之这是本姑娘的私藏宝，从来没有教过人的。不过不要紧，你只要看着我，不是，是跟着我的脚步就可以了。望叔，呆子，你会不会跳舞？我们再来过。跳过了，舞也跳过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和我说些什么？
妄说我身无长物。你说什么？难道在你眼中我是那么势利的女人吗？但是如果你愿意，我会捕鱼，可以捕你喜欢吃的鱼。我会木工，可以盖一间为你遮风避雨的房子。我还会缝衣服，若你的衣服破了，可以亲手为你缝上。我还会做饭，打猎。停！等等，事情都你做了，那我做什么？你只要在我身边就已足够。望叔，我要努力让九州百姓不再颠沛流离，让你往后不论居住何地都能安心。我还要让所有的孩子免于恐惧与死亡的威胁，开心成长。知道你理想高，志向大。喂，你说如果我们的婚礼可以请一齐地帮我们见证一下，该有多威风啊。我说没什么，我只是太感动了。要是能停留在这一生就好。我说臭小子，毒倒是用得挺猛。我说是谁伤了你？我说我这就去找云霄。别去，太迟了，我不想要最后一个人待在这里。紧我好吗？我说好温暖，好久好久都没有人这么抱我了。呆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笨，以为只不过是一点小伤，我让小弟走了，你别怪他。我说你别担心，你忘了我还有指环，我可以救你的。不不，呆子，不要用指环，我不准你用指环，你不能再用指环了。我说为什么啊？生死有命，我不希望你为我逆天而行。答应我好吗？我说方才听到你的那些话真的好开心啊，那是我一直想要的家。你亲手建造的房子想必非常的牢固。我就在房子前面种些花花草草，养几只兔子，神医他们说不定可以住在我们隔壁，还有霍天和细雨。
肯定要把他弄弄。叔叔姑娘，我说，抱歉，我无法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等一等，飞行大哥。小飞星，你听我说，这南斗星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银川，你做什么？大山姑娘，为何你也要阻止我使用星轮？我既然你们无法解释原因，就等我听完往事再说。因为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使用星轮是要代价的。王叔妹妹，深知你善良心性，我们也知道你救人一片赤诚，不希望你后悔难过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本来打算一直瞒着你，但王叔妹妹必然不愿自己的性命是他人换取而来。不错，在一人复生的同时，必然伴随另一人的死去。什么？你看，那是什么？桃石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了，居然活过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其实是因为我而死，还有那英和东京国。他的心脉还有一丝余温，把他交给我吧。幸好云兄来得及时，望叔才保住性命。回到帝都，神水乡消弭净患一事已传遍九州，百姓欢欣鼓舞，将我们视为平定灾祸的希望，但我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。我虽免于再次失去至亲的痛苦，然那些被我以南斗星轮换命之人何辜？他们的亲人又何辜？大叔，我原以为终于实现与你的约定，以为自己终于能保护拯救所有的人，却没想到这样的天真付出的代价竟如此巨大。呆子，以后我不会让你难过了。你别担心，有神医和大家的细心照料，我现在可是精神饱满，完全复原了。云兄，这些日子劳烦你许多，不知望叔的毒是否已全数拔除？声音如此洪亮，是无大碍了。神医，我现在可是真心佩服你。
那毒窜上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自己肯定完了，没想到就这么剩下一口气都能被你救回来。是你命不该绝，虽然我们后来收到了英里的讯息，但你已延误太多时间，本是回天乏术，幸有神权之力护住心脉，才能侥幸救回。嗯，但我觉得还是神医你的医术可靠。呆子，有神医在，你那什么生之力可别再用了。嗯，过去是我太过自私与天真，一心依赖神女和这只指环所赐予的力量。神女曾经提醒过我，我却不能领悟其意而犯下大错。如今我已深深体会生命沉重的意义，自是不会再使用。小弟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，那个黑脸谭静为了追查幕后主使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吧。望舒妹妹似乎不太喜欢谭静大哥。哼，谁叫先前他在昌河宫就一副仗势欺人不通情理的模样，脸还总是摆得像人家欠他许多似的。谭静大哥身为君子国人，行事难免较为一丝不苟，他虽看起来严肃，其实是极好之人。望舒妹妹可知此间梅院原是何人居所？该不会是黑脸谭静？他竟舍得让给我们？难怪屋里有如此多珍贵的藏书。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难吃死了！无趣，真无趣。喂，你再做一些辣辣呛呛的水，让吾尝尝。那东西虽然难喝，哼，但挺够劲儿的。啊，不行不行，阿天，你都喝了好几天了，你年纪还小，不可以喝这么多酒。呆子，别做给他。有何不可？反正云清也不能喝，他的份都归我。诸位打扰了，帝君闻望舒姑娘伤势已无大碍，欲召见诸位。兰香姐姐，一起递上回宣召赠了我们这座宅子，这次宣召该不会是要颁给我们官职？望舒妹妹若想知道，大家这就前往吧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到频道转换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最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消息喽！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。